来，好来，安尼好起了。都反正伫咧厝诶，都较无聊啊，去啊，大家会当做伙聊天啦，安尼日子较好过啊，我是感觉安尼啊。一直是在那个小套房里面嘛，然后他又行动不方便，所以他走不出来。假设没有人引导他，他是永远是在那个空间。师姐啊，你来哦、喔！哎呀，你有过来我就欢迎。我瞧你敢无来哦、喔？这我来抓啦。哎呀，咱塑胶袋足侪，啊，紧来倒一个。哦，赞赞，听这个。贴这个，贴标签哦。安尼安尼，哦，安尼你有法度，安尼附赠的，安尼嘛，安尼附赠。你这个手无法度提起来吗？对啊，安尼，嘿，想来个家己想。这个手嘛，应该拿叮当，不是无要紧的，你家己提着安尼，会晓无？哦，好，他是左边整个瘫掉了，那所以呢，他现在左手，他几乎他都不去动他，所以我陪伴的时候，我会尽量让他去使用他的左手。就是左边的部分，可以吗？安尼，你家己爱想办法。哎，对，嘿。阿麦讲，伊袂振动，你拢无要去甲使用，安尼，伊就讲永远拢袂振动啊。访视的重点在一个同理心啦。今天，其实我们关怀一个个案，其实我们是要看他有的部分，而不是看他一直琢磨在他。失去的那个部分是看他还他的其他的价值能不能把它创造出来。来，在这两块钱的再放这边哈。好，感恩。你巧哦，你有够巧，巧，哎，你手给他做文章，哈哈哈。哦，就是这个竹筒吗？早上上班的时候也会有人抽啊。你坐公车的时阵是吗？对。啊。你用铁砖给人抽哦？没有，我都拿在手上啊，他们就自动会来抽啊。那我自己没有会员，我就想一个办法。你没有会员？你不是来煮水足久啊，那也没有会员，你足巧呢。